叮叮。喂，可爱。喂，杰成，最近我很无聊啊，你在家吗？哦，今天我不在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刚才我和我的男朋友吵架。哎呀，怎么又吵架了？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？他没有时间带我去外边玩啊。哎，是什么男朋友啊，一点时间都没有。他一直都在工作，我不想等了，我想和他分手啊。啊，那太好了，我早就跟你讲了，这个男生对你一点都不好。哎呀，很累啊，不了了，我想哭啊。简爱，你不用哭，有我在你旁边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玩。好的，谢谢你啊，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。没事没事，那你下周有空吗？有啊。哦，你平时喜欢看电影吗？当然喜欢，我的爱好就是看电影啊。那太好了，最近有新来的电影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好的，那先周二我们在电影院见面。行行，那几点见面呢？中午行吗？哦，中午也好，那我们就先吃个饭，然后再看电影吧。好的，下周见吗？下周见哦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天爱，你想看什么电影呢？现在有美国电影、中国电影，还有泰国电影。我们看中国电影吗？但中国电影是没有泰语哦。没事啊，有字幕就行了。多练习中文也好啊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打算买这部中国电影，好吗？好的，走吧。OK， 走。